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国子监街，是一条拥有700多年历史的古街。在这条街上，坐落着孔庙，以及上百个古色古香的老北京四合院。在众多的四合院里，有一座四合院显得有些特别。不大的院门前，每天总是聚集着不少的游人。这个碑碑上小诗叫什么呀？叫子孙语，就说您可以看一下它正房。其实，与国子监街上那些气派的四合院相比，这座小小的四合院看上去还有些寒酸。然而，2009年6月，这里却在北京市100座最具特色的四合院评选中荣获了第一名。因为这里不仅是一座充满了浓郁的老北京风情的四合院，还是一座有着将近4000件历史文物藏品的私人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分为屋内和屋外两个部分，在屋内的一层和地下室分别摆放着数百件精美的木雕和石雕，而在屋外，上千件雕刻被直接安放在了这个四合院的各个角落，使得这个院子本身就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整体展品。无论是1000多年前的砖雕，还是300多年前的木雕，这座博物馆以民间建筑构件为主，构成了一道中国民间建筑雕刻的艺术长廊。而门楣处悬挂的匾额，则让人们记住了这座极富传奇的松堂斋民间雕刻博物馆。每天清晨，一位年过60的老人都会骑着自行车来到这座四合院，他就是博物馆的馆长李松堂先生。我早晨起来了，因为他们那个修地铁嘛，那几条胡同都给拆了。那么我听说去拆了嘛，我就去找，有两个门墩已经特别坏了，就没有收藏价值的。那么我一看，这个呢已经就那么脏了，挂在那点，应该是挺好的一个纪念，就是砖胡同的，我就把它给它捡回来了。虽然这只是一块废弃的路牌，但李松堂觉得这也是一种关于城市的历史记忆。旧时的北京城交错纵横着很多胡同，大大小小的四合院就坐落其中。胡同、四合院都曾经是城市记忆的符号，而这种符号现在在他的这个院子里随处可见。院门口的门墩，门后的石刻门神，二院门上的垂花木刻和传统的五色彩绘，屋檐下的鎏金雕花，那边的院角有石刻鱼缸，这边则有一棵石榴树，这些都是四合院的构成元素。李松堂说，这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因为我从小就是四合院长大的嘛，东厢房、西厢房，什么垂花门，什么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长大的。四合院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一种组合建筑形式。四合院中的四，指的是东西南北四面；合，就是指四面房屋围在一起，形成一个口字形。整个四合院大都按照中国传统的习惯，采用对称的办法建筑而成，由四面房屋围合起来，呈现一个四四方方或者是长方形的院落式住宅。而四合院就是北京最典型的民居样式，经过数百年的营建，从平面布局到内部结构、细部装修，
都形成了特有的老北京风格。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大部分北京人都住在这样的四合院里，人们点滴的记忆几乎都跟四合院有关。四合院蕴含了很多北京人所独有的自豪和情感。1949年以后，北京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独门独院的四合院大多变成了几家混居的大杂院。而随着旧城改造工程的不断推进，这些大杂院也一个一个地消失了。老北京人曾经的种种生活场景正在伴随着记忆渐渐远去。为了留住关于四合院的种种记忆，也为了让更多的人还能够看到比较完整的民居四合院，李松堂几乎投入了一生的精力。他的第一件藏品就是门墩儿。这个被孩子们当作玩具的门墩儿，又称门座、门台或门鼓，是放在木门底部的一种起到支撑门框和门轴作用的石质构件，一般有圆形和长方形两种形状。虽然只是一个起稳定作用的底座，但四合院的主人往往会在门墩上雕刻出人物、草木、动物、寓言、几何等图案，表达出主人希望长寿、富贵、家族兴旺等心愿。而传统的四合院，家家户户有门必有门墩儿。李松堂从小就对门墩儿十分亲切，在他7岁那年，他们家所在的胡同按规划开始拆迁，邻居家门口的一对被砸碎的门墩儿，让年幼的李松堂哭着跑回了家。别人可能看到这种场面司空见惯了，都是这样拆掉了嘛，垃圾嘛。但是我小嘛，我对门墩有感情嘛，尤其邻居家的门墩，我老在藏在那点去玩，我觉得它是有生命的，他们把它打死了。在李松堂一再的央求下，父亲最终同意为他留下了家里的一对小门墩。那么就挑了一个最小特别小的一个小垂花门的小门墩，后来就给留下来了，我就特别高兴。其实是，哎，现在回想起来，无意当中就是我7岁的第一个门墩的收藏了。李松堂出生于一个收藏世家，他从小就在长辈的熏陶下对收藏很有兴趣。成年后，李松堂当过老师，做过生意，对收藏的那份热爱却始终没有改变。他的大部分财富都被投入到了收藏事业上。他的爷爷和父亲都爱好收藏古玉，但他却对门墩尤其钟爱。如果从那对幸存的小门墩开始算起，李松堂已经走过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收藏之路。如今他已经收藏了400多对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门墩，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门墩之王。他能这个收藏了好几百个门墩以及其他的石刻，作为我们来讲，就是作为博物馆的这工作人员嘛，看也很惊讶。因为作为国家的博物馆的收藏家都很难，何况一个私人呢。刘卫东是中国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副研究员，对石类雕刻和民俗文化研究颇深。他说自己和李松堂先生的相识也是源于一对门墩。因为当时李先生他说元代的门墩，我就想，我就跟李先生说，我说据我所了解啊，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北京地区真真正正元代的石刻有，比如说他腰狮子，这个呛兽这一类都有，但是呢门墩我还没见过。
中国的元朝始建于公元1279年，当时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特权，对百姓采取了较为严厉极端的压迫政策，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公元1368年，元朝灭亡后，百姓为了发泄对元朝暴政的不满之情，砸毁了大部分带有元朝特征的建筑。为此，作为元代帝都的北京，保存至今的元代特色建筑构件却非常少。所以，李松堂收藏的这对元朝门墩儿，令刘卫东非常惊讶。据我所知，就是在国家的这很多的博物馆收藏的门墩里，还没有这样的，就是元代的这么大体量的保存这么完好的门墩，还没有。这对门墩的珍贵，不仅在于它的年代，还在于它的等级。普通民居的门墩上雕刻的图案多为祈福之意，但这对门墩上雕刻的图案，胡人驯兽和武士印兽却有着不同的含义。胡人驯兽图雕刻的内容是北方游牧民族驯服野兽的场景，场景中一名男子手里拿着铁链子绑着一头凶恶的野兽，而另一幅武士印兽图雕刻的则是一名男子在给野兽喂水。这样的图案当时的普通百姓是不允许雕刻的，只有王侯将相才能拥有。所以，在700多年之后，还能发现这一保存完好的权贵府邸的门墩，实在是弥足珍贵。这对门墩呢，经过专家考证，它是谁雕刻的呢？是赵孟俯。他现在留下来的一瓶纸画，书画就上千万。那么他雕在石板上的这样石雕画，全中国只有这一对儿，所以它是价值连城的，显然要比一幅画要珍贵得多。这就是中国的门墩之王。赵孟俯是公元13世纪后期中国著名的书画家，他的笔下山水、人物、花鸟、竹石等无所不有，并且无所不精，被称为元代新画风的一代宗师。他的这两幅作品被雕刻在门墩上，历经了几百年的风雨，如今看来却仍然精细之极，堪称国宝级的珍品。然而没想到的是，这对珍品却是李松堂用了两条烟跟拆迁的工人换来的。那么只要看到什么地方在拆呀，挺好的一个小寺庙给拆掉了，挺好的一个牌楼给拆掉了，那么也没有人要，都当垃圾嘛，我就去跟人说呀，要不给人送点水，要不给人买一条烟，师傅要不要给我吧，拿走。那么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收藏收藏。随着时代发展，一些原汁原味的老北京建筑渐渐消失。为了留住这个城市曾经的记忆，多年来李松堂一直奔波于北京的大街小巷，不断地从拆迁的瓦砾中把各种破砖烂瓦搬回了家。渐渐地，李松堂收藏的东西越来越多，从最开始的门墩发展到木楼、木窗、房梁、瓦片，各种建筑构件应有尽有。总之，老北京四合院原本有的东西，他几乎都搬了回来。这些被捡回来的建筑构件，大部分都来自普通民居，但其中也不乏一些精品。在幽暗的地下室里，我们就见到了这间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一件雕刻于11世纪前后的石雕《皇帝巡游图》。这是1000多年了，是宋朝的这样的石雕梁，2.25米长、35公分宽的一块大石头，整整雕了100个生灵。
一百个生灵，它不能从一个面掉，因为是五层镂空透雕，它不能从上面去雕，它把下面打出洞，把上面打出洞，三维空间去雕刻，才能有这样的图案。这件雕刻作品展示的是十一世纪中叶中国皇帝出巡时的壮观情景。雕刻上装饰华贵的马队和骑队走在前面做先导，接着就是皇帝的车马，一把曲柄黄伞遮盖在皇帝的头上，车后则是侍从官和随行的妃嫔等，两旁还有夹道跪拜的官员和百姓，总共有100多人。如此复杂的场面，工匠却在面积有限的石头上，从三个方面采用镂空雕刻的手法，打出空隙，将160个人物、近100个生灵、花卉树木、亭台楼阁、文武大臣等雕刻了出来。而且每个人物的表情神态，薄如纸翼的扇子，就连并排2匹马的4个蹄子，都能十分清楚逼真，精湛的工艺无不让人赞叹。据说古代的工匠要耗时3年才能完成这样一件石雕珍品，而这件石雕历经1000年沧桑，却没有一点残损，又实在是一件令人称奇的事。关于这件镇馆之宝，李松堂还告诉了我们一个背后的故事。这个是我出差到安徽，我就看到这个雕梁，就是特别精美的一个雕梁，在这个门楣上的位置。但是呢，这样呢，它已经下面的砖也坏了，上面的石雕也都坏了，这个院子呢也都特别就是荒废的那样的荒凉的一个院子。我就想他们这种态度，我说要不你就卖给我吧，他说不能卖，要卖你就把我这院子给买走，你要光买这个我们不能卖，那您卖那我们就没法卖了嘛。当时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这个院子多少钱啊？怎么也得10万块钱。最后没想到的是，李松堂真的就为了这块石雕梁花了8万块钱买下了整个院子。其实这种在常人眼中的傻事儿，李松堂还干了不少。他执着于收藏和保护中国5000年历史沉淀下来的传统文化，不遗余力地保护着这些民间艺术珍品。当时我那个年代正好那么一个机会，恰恰有我这么一个老北京人，就喜欢它，就把它收掉了。如果当时真的没有人，没有我这样的情感，可能这些东西也没留下来，都当垃圾扔掉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巧合，可能这种巧合有一种我文化的这种积淀在里面，所以才把它保护起来。李松堂说，这种文化沉淀在中国传统建筑中的每一个构件上都可以找到。小时候他就常听老人们讲起这些雕刻背后的故事。这个门楼上的雕刻二龙戏珠是非常精美的，它是乾隆26年带着砖块，上面有印章的，26年，那么就是有300多年了。旁边的2条龙呢是用草叶编的草花龙，那么象征着每一个平民百姓老百姓都是一个草民，但是你通过努力奋斗，都会将来有一个好的前途。在中国传统建筑中，雕刻作为建筑构件的装饰被广泛应用，各种雕刻不仅做工精美，往往还被赋予了深刻的内涵。比如在屋顶正脊的两端，有向斜上方高高扬起的鱼形或龙形砖雕，老百姓俗称蝎子尾；还有安在各条屋脊尽头或转折处的各种动物图腾，被称为屋脊走兽。这些形态各异的小动物，最初是工匠们为了防止瓦片下滑，在檐角最前端安装的一个瓦钉，之后在对瓦钉的美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种动物形象。
这些被置于屋脊之上的动物雕刻被看作是宅院的守护神，虽然形态各不相同，但都象征着消灾灭祸、逢凶化吉、阻挡邪恶、主持公道等寓意。你在里找不到任何一种的你觉得奥丧的、觉得晦气的东西，它都是吉祥的寓意，要不然就是一些传说故事吧。大家看看这些精美不精美。此外，博物馆中还有各种精美的木雕，有安装在房檐两头的装饰物木雕鱼龙，龙头鱼身，全身鱼鳞分明，龙头神态活现，寓意主人希望子孙能够鱼跃龙门，获得一个好前程。还有古时少女闺房门梁上的木雕雀替，以麻雀为象征，寓意父母希望女儿能飞上枝头做凤凰，嫁得一个好人家。木雕上花朵丰满，鸟儿羽翼毕现，栩栩如生。无论是砖雕还是木雕，雕刻的内容图案大多表达吉祥祈福之意。几千年来，无数能工巧匠将人们期盼和祝福画成了各种美的图案，栩栩如生地雕刻在了各种建筑构件上，构成了中国特有的建筑雕刻文化。作为一位收藏家，李松堂其实十分清楚他的一些藏品在市场上的经济价值，但是几十年来他只收不卖。那么收藏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当时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把它还给社会，因为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是我们北京的这样的民俗文化，所以当时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办一个博物馆。2002年，他用自家的老院子置换了这座位于国子监的四合院，将几十年来的收藏精品搬进了这个院子。我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也没有理由把它作为我自己的私藏占为己有，我要献给社会，甚至于我把它放在应该放的位置，放在上面的角楼上面，放在那房檐下面，放在这个驼头垂花门柱础，我都给它放在原来的位置。所以等于这件，如果说松堂斋博物馆的最大的一个展品就是这个院子，它就是第一件展品。鱼缸、石榴树、于是这间小小的四合院不仅将丰富的老北京传统文化展现在了我们面前，而且它也可以算作是一个时代的城市缩影。在这里，很多老北京人找回了儿时的记忆，很多年轻人也第一次真正领略到了中国民间建筑雕刻艺术的魅力。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也接触了解并喜欢上了中国文化，这个院子里的外国游客也渐渐地多了起来，其中甚至还有拿着杂志专程找到这里来参观的留学生。你好，你好，怎么拿着这个来了？这个是在那个三里屯的饭馆来的。我们看这个杂志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很好的，不知道怎么说，文件。这个人是你。对。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今天决定来了这里。你是哪国人？意大利人。你们两个都是意大利的。对。那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中国的？因为在欧洲没有的，没有，我们觉得很特色，对，很有特色。猴子 ，OK。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外国游客，李松堂总是不厌其烦的，一遍一遍的把这些雕刻艺术背后的故事和内涵讲给大家听。这个实际是正是我们目前社会目前的状态下，需要让老百姓知道的东西。因为老百姓要由浅入深，我们让他从故事讲起，从平中去建起，从小中去建大，这才是我们去做推广普及的一个方法。
松堂斋的每一件艺术品都展示和散发着古老文化和艺术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除了参观者之外，还有像老张和小何这样的人，他们留了下来，和李松堂一起守护这些文化瑰宝。从小在北京生长，所以说对老北京瓷砖这种文化非常感兴趣，也是一个无意中的一个机会，到这儿来以后呢，非常喜欢这博物馆，因为从作为老北京四合院呢，它的文化底蕴非常丰厚，是吧？一砖一瓦都有讲究，所以说民间现在这些东西，像这种四合院保存下来的现在非常少了，非常不容易。到这儿来以后呢，通过参观刚一开始，非常感动，所以说呢，就是主动的到这儿来工作来的是。公司的彩绣球是什么意思？希望家里的男人。而正在攻读旅游专业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小何，利用课余时间来这里当义务讲解员。别看他才刚刚21岁，但讲起历史典故、文化知识来也是头头是道。小何说，在松堂博物馆的短短半年时间里，让他对自己从小就住的四合院有了重新的认识。其实要是真是年轻人现在的话，看见这些东西都认为是一些没有用的老东西嘛。但是搁在一些像，因为我本来的专业就是学的是旅游嘛，然后可能对这些东西了解的会比较深一点。一旦你是说了解了这些东西以后，你会发现原来这个里边的故事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值得一看。就如果要是以我个人的观点来说，我觉得李馆长做这么多东西真的很值。为什么呢？李馆长做这么多东西，他值的点就在于他比较就是说。因为他对他的热爱，而且说了他希望我们像我们这样的80后或者90后的人能借助这些老祖宗的东西，他的良苦用心是在这儿。中国民间传统建筑雕刻是凝结了华夏5000年历史文明的智慧结晶，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是一笔珍贵的财富。松堂斋民间雕刻博物馆里的每一件藏品都历经1000年岁月蹉跎，它们作为时代的印记，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和脚步。这间小小的博物馆不仅承载了李松堂一生的文化情感，也承载了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让我们在时代快速发展的今天，在享受着新生活的同时，还有机会去珍惜和怀念历史曾经的光辉。盛世兴收藏，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文化珍品得到妥善保护，并且在新的世纪和未来继续散发出璀璨的光彩。